在我们的这个企业工厂方面，2004年，师父很慈悲成立着由我所带领的台商福联社，以易经风水妙法为世界台商来服务为宗旨，借由呢易经大学所有的讲师、法师、贤士同修的力量，以易经以风水的法则，为海内外的台资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创业、设厂、投资的一个建立，还有这个辅助，避免呢因为错误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说呢，师父在2014年前年呢，开示必须要落实万家工厂、万家村之万家新庙的一个愿景，要在世界里面服务超过1万家的一个工厂的为目标，能够建立起10000以上的一个新庙。为什么一定要建立10000？新为王，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师父一直开示，一家工厂今天能够平稳，员工100个，那一家100个，10家就1000个，1000家就10000个，10000家就有10万个以上的员工，不用为了生活在烦恼。这个是要落实万家工厂、万家村，才能够达到世界的和平。所以说呢，这个建立万家工厂、万家村的万家新庙呢，希望借由易经风水，能够广结善缘，并呢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我们的每一项服务都会很扎实的把它记录下来，前因后果好了以后，我们把它存列到未来可以供给所有学士研究易经风水所要研究者的一个资料。所以说呢，这个在万家工厂、万家村，从去年开始，已经逐步的在整理每一个案件，整理到今年为止，已经有500多件以上的案例。那现在整理好了，已经有200多项了，就是有200多家切切实实我们服务过了整个的过程，我们把它记录下来，每一个企业一个案例。所以说呢，在企业方面，我们一直的在推广与落实。那在我们第四个面向里面呢，我们在社会家庭方面，维新圣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精华为基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之上圣心念的一个为实。以养贤蓄才、正名立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之四大修行的原则，行利他、庄严、成就圆满之大道，创造唯心净土。所以说呢，从1995年呢成立社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从1995年到2016年，这个社区弘法已经达到500场次以上。1999年成立维新净土爱心团，只要公司、工厂、住家任何有问题的，呈报到爱心团，我们都无条件的来帮助他们。从1999年到2016年为止呢，已经达到服务过超过6000多件。所以说呢，我们都一直在落实，也一直在推广。所以说刚刚我们学子专家所谈到的这些如何踏上世界的一个脚步，跟世界接轨，还是踏上这个世界的一个服务大家呢，我们都一直在落实。所以说呢，维新是要从师父上文下禅师的出发心呢，以养贤蓄才、
细才正名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为毕生的目标。因而呢，本着目标，维新圣教34年来呢，战战兢兢的经营落实，才有今天的成果。不管在学士教育以及推广实践方面呢，我们都一直在进行的。因此呢，易经风水在台湾是借由维新圣教的传承，开始来弘扬着中华文化，道统为己任，普传易经妙法。其目的呢，就是希望说人人都能够得到心安，进而呢，世界太平，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所以说师父也常开示刚刚我们严道法师所探讨的那八个真言，就大家学易经呢，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心安宁，做事工作可顺心，大人小孩皆聪明，公司客户无欺心，修行道上可见性，家庭圆满一条心。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借由我专题的报告，能够达到世界国家社会定太平。所以说希望借由大家学易经的这个途径，学习易经风水的途径，能够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感恩大家的聆听，阿弥陀佛。Thank you so much to Master Yuan Sen for the speech. So the second section will focus on the 易经风水 part. It's the most well-known part of 维新圣教 among Taiwanese people. Let me try to, you know, interpret the question in Mandarin. Now,有三个比较基本的问题，也许刚刚的那一位原，抱歉，那个法师已经有解释了，不过还是可以再做一点补充。因为韩国也有这一方面的易经风水的学问，那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我们韩国学者提出来的，就是说他说在韩国的风水学里面有一个有利于改变命运、财富跟幸运的一些概念，那在维新圣教的这个易经风水概念中，是不是也有应用相同的概念来选择一个人居住或是说事业的好的地方场所，包括福地或是财有带来财运的地方？我想这个是最熟悉的我们那个维新圣教。那另外韩国有一种说法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福地，那英文是用那个 propitious place， 就是福地。那维新圣教也有类似的概念嘛，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福地，不一定要去追求一个向外去追求。那第三个根本的问题哦，这有点敏感，对禅师可能有点。失敬，不过我就照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好了。因为最近这一阵子，可能我们国际学者都听到说，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个信众都说，我们禅师的很多智慧都是获得那个鬼谷子王禅老祖的开示。我们学者想要问说，这些开示是怎么获得的？是那个我们禅师在睡觉的时候梦到的，或是说清醒的时候获得的开示，或者说在写作的过程很自然的跑出来的？那当然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跟这个有连续关系，就是说那如果是说我们的王禅老祖跟禅师的这个智慧都是合一的话，那会不会变成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这边一般的信众会不会认为禅师就是那个王禅老祖的化身，人间化身？他是用英文的 reincarnation 的概念来理解，他们想要确定说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好，先就这三个问题。好，那我就这个先好就
刚刚主持人哈、啊，还有我们国际的这些学者教授提出的、啊，好，是不是有关什么这个师父以后是不是会像这个喇嘛活佛一样，是不是有转世啊？还要去再去找转世灵童啦、啊？好，那师父是鬼谷子的化身呐、啊？那就这一点，其实我们跟师父学道行道，我们在座的几乎都将近快30年的时间。那借由师父所传的法、易经、风水、择日以及诵经的法仪、宗教的法仪等等，我们所学、所领悟，在一年一年、一天一天的日积月累当中，我们都累积了相当的智慧。所以师父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是鬼谷子的化身，都是老祖的化身。这个也就是我们佛教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他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所以师父的终极目标，他是希望大家都是老祖的化身。那至于有提到说这个转世啦、啊、接班人，那这个就只有师父他才知道了。那这是我以上的报告。我回答刚刚问的易经风水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易经风水的推广上，目前也在慢慢 走向国际化。像下个礼拜啊，韩国的圆光大学还有清北大学啊的大学生会过来易经风水学院来学习风水妙法啊，这个是我们也一直在推广出去的，走向国际化的一环。刚刚有提到说怎么样去改变啊风水命运的问题，我想我们先了解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就是要有三个面向要去看。第一个就是我们住家的风水，你住家的风水弄对了，你身体健康，你自然赚钱就好了。第二个就是你要自己要去努力啊。第三个就是你的命的问题，那这个命的问题从我们的易经风水里面你可以去看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师父也在推行易经风水，能够把它推行到全世界，让大家居住平安的时候啊，个人身体健康，我想就不会有问题发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今年去跟我们的副总啊去意大利，不是意大利，对不起，去那个瑞士、瑞典还有啊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那第一天我去到瑞士的时候我跟团员到那个少女峰去照相，结果我的那个手机就被偷了。那我心里在想，我手机被偷当然心里不太舒服，但是我这样子想，那个人可能比我更悲哀，因为他心理上第一个有贪念了，第二个可能他生活上出了问题了，也许是跟他的住家也有问题，才会产生这种问题出现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师父跟我们传的易经风水跟我们的心理上所造成的有一点点的影响啊。以上报告，谢谢。师父、主席啊、各位国际贵宾，因为您首先很感恩老祖慈悲，师父慈悲，也因您有这个机会再跟国际学者同时来探讨。但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刚刚我打听一下，我们有几位国际学者都是学东方哲学的，那么站在这个立场上，您也是学哲学的。
那么圆领袖哲学是从低层上来，也就是先有了宗教信仰，先有了等等以后，在实案个案里面已经有四十年的经验的时候再来研究哲学。那么各位教授的话，可能都是已经研究哲学以后才开始感到兴趣要来接任我们的宗教。那么其实宗教跟哲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要特别要跟大家共同来探讨的。第一个，我们哲学跟科学的临界点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再发展再突破了，就靠宗教的力量。宗教，所以宗教它是有一点点神秘感的，有点神秘感的。所以我在我的 Master 的那个论文里面，我本来就是要提宗教跟这个哲学的研究来讨论，但是教授说这一块没有人敢去碰，我们没有办法指导你，还好我有我们的师父指导我。所以在这边也可以报告，我还继续就是准备修 Doctor 的哲学博士。我的另外的要说，要求教授要有两个指导以上，一个就是我要我们的师父也是明道大学的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各位知道吗？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我会要求我的教授跟我们的慧能师父来联合指导。那么针对了刚才这个问题，说这个命运的改变，因为圆领本来就是专门在干嘛改变命运的，甚至我从30多年前一个演讲题目叫做如何顺命造运。哦，所以我要跟各位国际学者发表的是说，因为时间太短暂了，有机会的话可能先邀请你们进来我们维新圣教挖个宝啦，不然的话你们都只是登堂，绝对没有办法入世啊，没有办法入世啊，没有办法入世，没有办法入世。为什么呢？我告诉各位，比如说我们的命是怎么来，大家现在知道命是跟宇宙天体有关系，宗教也是一样，也是我们一个生命，命的诞生，它是当我们诞生那一刹那，是跟所有的宇宙星体，尤其太阳系的距离，产生多少角度、多少距离，就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特性、什么样的优点，这个在哲学领域里面可以探讨的。譬如说我们研究风水哲学，什么叫风水哲学？其实大家都知道吗？太阳等一下会不会下山？会下山吗？你们说的也没有错，但我说不会下山也没有错，对不对？因为太阳它是恒星，我们就知道它是恒星，但是我们整个的宇宙星体的转动，它一天的话，一周的话是23小时56分又21秒，大家都以为24小时，其实在转一周的时候，所以它我们在自转一秒钟是467公尺，哦，所以就产生这个这样。那么自转它公转的话是29.78公里一秒钟，把这命运的产生，所以借着这个风水绝对可以改变命运。那么因为我不想占时间太长，如果有兴趣的话，各位学者，我们可以私下交名片，找我们师父准许的下共同讨论。谢谢各位。师父、主持人，还有我们国外的学者嘉宾，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那么我现在针对我们韩国也有风水学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改变命运、财富。那在本维新圣教是如何来运用这个概念？那么我首先要向各位报告，师父开示我们的风水一定要有风水的宇宙观。正如刚刚圆领法师所讲的，如果风水没有宇宙观的话，那你的风水根本就串联不起来。因为各位所有的星球都漂浮在虚空之中，它是独立的，那么它如何固定在那个地方，如何在运转，都是各个星球之间的引力在做平衡，在做调和，才能达到一个协调。不然乱了序，顺了顺，
顺序的话，各个星球轨道乱跑的话，它会失去，会乱撞。所以，那么人类居住在地球之上，为什么能够得到风水的庇佑，还有风水的损伤？那么这个就牵涉到引力的问题。那么各位想想，一个球体的东西，上面装载的东西，它在做公转跟自转转动的时候，它原本的点本来在上，它是可以不掉的。它转当转到一个某一个角度，它是势必会掉下去。倒转过来180度，它必须会消失在整个宇宙当中。但是为什么它还是在于地球之上？像我们现在在早上开始这一个讨论，到现在傍晚，我们的地球已经转了好几度了。但是我们还是依然存在在这边，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地场引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基于引力的关系，它既然保护我们，就有一个约束力的存在。那么师父就常常开示啊，如果你不懂得宇宙风水学，如果你不懂得引力的关系，那么你将会违背了大自然。那么违背了大自然就是什么？就是逆天。那么逆天则亡。那么如果你合乎大自然，顺乎大自然，那么就是顺天，顺天则昌。所以师父曾经开示我们的老祖师尊鬼谷先师，他说我们人啊，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在风水之中生活。所以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它否认。好，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这一场次蔡元林教授的主持，有关易经风水在台湾。我们教授，我们的学者，我要来回答经理部长提出的问题。经理部长提出，在韩国的风水学中，有一个有利于改变命运、财运、幸运的概念。那么，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学概念中，是如何来用这个概念来选择合适的地方，比如说摆设的位置？事实上，我们跟随师父那么久，师父时常开示，易经风水，风水源自于易经。你不懂得易经，不懂得伏羲氏先天八卦的方位，先天八卦就是峦头。那么这个峦头呢，从维新圣教有三宝，维新圣教的三宝，第一个宝就是易经。这个易经让我们了解整个宇宙，宇宙的天体的循环，宇宙生生不息的概念，阴阳的概念，从易经而来。这里面风水学源自于易经。弘忍禅师时常开示，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让我们来趋吉避凶，就是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那我现在来回答我们经理部长所提出的问题：风水如何从风水的摆设的位置来达到幸运，达到有财运、有财宝？事实上，弘忍禅师开示，维新圣教的风水学很简单，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中间就是勾陈。你可以依照这个法则，比如说青龙宜高不宜低，龙怕臭，虎怕闹，白虎呢宜低宜静，前方的朱雀一定要非常的宽广，后面的玄武宜高宜静。当然在我们的居家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中间当然都不宜有太多的动态
比如说机器的马达，这个就是弘忍禅师所开示的我们居家的五路财神。这个五路财神，假如说你所有的法则，我们所有的居家都依照这个青龙高白虎低白虎净，玄武高玄武净，前面我们居家的前面没有这些不好的形体来，比如壁刀，比如说相冲来冲煞我们，我们居家就平安了。居家平安，人的心灵就和谐了，人心灵和谐就会带来我们的财运，带来我们的健康，带来我们的平安。这个就是我要回答经理部长的这个风水的法则。那么风水的法则呢，家里平安了，或是工厂能稳定下来了，就弘忍禅师所开示的万家工厂万家村，每一个家庭都能平安，工厂都能稳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利润来让更多的我们的员工在这里养家活口，那么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就在我们的眼前。这是一个从最基本的一个家庭来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那么 second 第二个问题，我们经理部长问了，在韩国有一句谚语叫做每个人都是一个福地，维新圣教是否有类似的概念？是的，在送给我们学者专家刚才英文版的阳宅风水学的讲座上面，弘忍禅师开示了一句话，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那么风水好不如心地好，心地好必得好风水。这是一个维新圣教建立在什么？建立在道德观上。弘忍禅师曾经一直在告诫我们，平安要建立在哪里？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所以这是弘忍禅师，我简约的跟大家来报告弘忍禅师的福地福人居，建立在平安，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一个观念。谢谢大家，好，阿弥陀佛。好，针对韩国福地这个问题，我想再做一下补充。刚刚元平法师他已经有讲师父所开示的，房屋好不如风水好，风水好不如心地好，心地好必得好风水。师父又开示，命运好必须积阴德，阴德好子孙世代兴，屋相好必得好人住，好风水更需勤修行。那么为什么师父要开示我们这一段话，更是要加冕我们这一段话？因为我们维新圣教第一个主轴就是易经，第二个就是风水，第三个就是宗教的修行法仪。修行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福德不具足，师父开示他可以经由修行的法则来改变他的磁场，来转换他的职场，更而改变他以后的人生。那么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将维新圣教风水易经的法则将它传播到世界各地任何一个角落去，我相信如果任何一个有缘人都能够应用得到它，实践得到它，我相信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也能够达到一个和平的现象，和平的迹象。谢谢。易经是大学，大学学者们还有提到几个跟易经风水有关的具体问题哦，还有三个问题，我也顺着刚刚的讨论脉络再谈，然后也许我们接着就可以做第二轮的提问。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因为昨天晚上也许有我们有关的一些演讲、一些讲座，所以有学者问说，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到底要花多少几年的时间才有办法精通易经呢？然
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也还蛮科学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我们日本、韩国、台湾、大陆这边东亚的人来讲，我们当然都觉得易经风水很有用，可是我们都在北半球，那这个易经风水跑到南半球，像澳洲、纽西兰可以用吗？或是说它的原理要怎么去改变？有没有什么可以转换的基本原则？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虽然说刚刚我们几位法师的回答好像已部分处理到这个问题，也许还可以用具体的案例来回应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就这位学者的理解，他觉得易经风水主要的价值在人的身心灵的健康，跟让人身心可以平静，可是对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的面向好像比较没有。那易经风水里面也有这个改善人际关系，或者是说跟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道德原则有关的事情嘛？就是说易经风水的一个伦理的面向是什么？那这个如果说当然能够举到一些例子，比如说，真的运用了这一套原理，然后夫妻关系就和好，或是朋友吵架就可以最后就握手言和，可能我想这个问题的意思可能是要做一些更具体的来说明。好，我从我们李经元教授所提出来的唯心圣教教义来自于易经风水，而且易经风水的价值在于身心灵的健康与平静，因此我很好奇的关于伦理道德的方面，像是人际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在易经风水理论中无法找到相关的道德原则。刚才我在最后讲了胡林禅师时常开示，我们要平安，我们要住的平安，平安就是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唯心圣教有三宝，刚才提到了第一个宝是易经，让我们能趋吉避凶；风水，让我们可以创造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居家的一个平安净土，甚至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工厂在营运的时候可以非常的顺利来创造更多的利润，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帮助我们的国家更加的繁荣稳定。那么从这里面如何来产生身心灵的健康与平静，我们除了易经风水以外，唯心圣教的第三个宝就是宗教修行。这个宗教修行是透过我们的师父胡莲禅师用各种的法仪，不只是诵经还有同修之间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互相称为同修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同学，一起来修行，在这里修行达到除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和谐以外，当然我们要达到身心灵和谐，就是要胡莲禅师时常开示一句话，来到唯心圣教要修心修口，要来养真灵。来到这里，唯心圣教是一个大家庭，来到这里不是要来就是把社会上的陋习带到这里来，你不能，你要把社会上在我们从我们出生到现在所有的这些坏的习惯，透过各种不只是念经我们的法会各种的祈福的这些法仪，来达到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和谐，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了这些基本的互相，就易经所讲的互相对待的这些道德的观念这些道德的观念这是从易经风水从胡莲禅师所开示的这一方面我所做的一点浅见。主席，各位学者，我针对的刚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位学者提出在北半球跟南半球的风水是不是一样，这个因为可能各位同修各位国际学者没有来接近我们本宗门的关系，如果接近宗门了以后就会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一般的风水学者都只看在平面上的地上地表，其实真正的风水它是立体的，
也就是天地人，它是立体的，所以在园林那么40多年的务实当中，发现到，比如说很多人算外国人的命算不准，那我告诉各位学者跟各位同修，来找园林通通准。那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没有去研究星体，天上的星体，真正的宇宙风水跟命运，我们中国的古老叫做七正四仪。所谓七正四仪哪七正？就金木水火土星加上日月，这样子。所以它七正有四仪，为什么有五行只有四仪呢？因为它金星是逆行的。那么我们易经是活着的，我们五年书师长告诉我们同修，主要以物引物。我们各位学者接触来到台湾参加联友祭祖，不知道有没有去观察所有的以物引物，发现到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就在元旦祭祖以后那天晚上，如果往天上一看，天上是不是有一颗星星很明亮，还有个上弦月顶着星星，叫做金星伴月。各位教授，如果各位有特别注意，就看得到了。那一颗就是金星，那旁边上弦的那个就是月亮。因为金星跟木星是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太阳系里面这两颗星，当然月亮就在里面。所以所有的算命跟这个风水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那么我要告诉各位，南半球跟北半球它完全是一致的。只不过它在天体形上里面刚好它的时差时空因缘，空间是对了，时间不一样了，所以你不要担心那些事情，只要把那个时间算对了，不用把它化为什么农历国历划分过来，直接就以那个地方的太阳时太阳成什么角度什么距离去安排风水，就可以完全一致符合都没有问题。因为园林在这个个案里面算过很多外国人，告诉各位，像各位洋人很潇洒来的艺术家，第一次里面说奇怪，你们东方人怎么这么厉害？连我的老婆跟了一个奔了一个奔一个囡啊，奔一个囡啊，今天人要拖凳在考虑啊在。我说就是我师父教我的啊，对不对？那尊者的问题，我答后各位学者说，学易经要多少年？穷一辈子，穷一辈子，我就告诉各位，穷一辈子。但是浅学浅用，深学妙用。你学一天，等一下刚才我们把我们这个延平讲师的讲一讲，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你搞懂的话，明天就可以用了。但如果你要深一层的话，要穷一辈子去探讨。因为园林追学球哲学是我的兴趣，为有园林服务是我的快乐的工作，所以很多经验。那时间上我不敢占太多。那么接着下来要告诉说命的问题，刚才说命能改，师父告诉我们命无论可论，因缘果报啊，运无运可论啊，行功立德啊，相无相可论啊。相无相可论的，相由心生啊，哈的，相由心生啊，所以这个改变里面确实有很多的改变。那最主要还是行德。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那我就是说，胡地胡人之一话，他还有一句话叫做“人在走，天在看，神在瞧”啦。你看到天上的星星，人这么用功在做了，那你有一个宗教啊，神的桥啊，神就宗教的问题啦，神占了三分之一啦。好了，因为各位大家时间不够，有兴趣的话，进到中门来共同探讨，谢谢。这个讲下去，讲到晚上9点讲不完了。那我就刚刚把这些问题啊再做些补充啊。那易经啊，你真的是浅学浅用啊，说浅很浅。我们易经讲的讲阴阳，
阴跟阳，那就是男人跟女人。好，高的男人跟矮的男人，胖的女人跟瘦的女人，这个就是易经啊。好，所以我们易经的阴阳相对，就是从我们说日月就白天黑夜，男女，好阴阳上下高低，这个就是易经。那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整个的法源脉络，就是从这个易经的这个心法精髓，然后由师父把它弘扬开来。好，那相，你说改变命运啊？说相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啊。那当然，相由心生，你的心情绝对影响我们当下的面相表情。你今天心情很不好，很苦闷，你的脸色绝对好不到哪里去，绝对好看不了。那你心的改变，我们的相就改变了。好，所以你师父常常讲说，叫我们要保持笑容，保持笑容，保持笑容，嘴巴嘴角是向上扬的，嘴角向上扬，这一条是船呢、啊，这条船才能够是对卦，才不会被翻掉，才能继续开啊。你嘴角往下扬，哭愁眉苦脸，这条船就是翻船啊。这个就是相由心生，所以这个是由心可以改变的。谢谢。要再相信吗？好，我想再补充一下刚刚的一个问题哈。我个人也觉得非常的深奥。他的问题是学易经跟风水几年可以精通哈？我想我们都不敢讲精通，但是我们只敢讲准确。我讲两个例子哈，一个就差不多在十多年前，从美国打电话到办公室的一通电话开始讲。有一位太太，她告诉我说，她的太太已经离开她跟她的儿子了。那么她要请示说，她的先生还爱不爱她？对啊，本人都没有到，就是透过一两电话哈。那我们就在现佛寺，就请老祖师尊跟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当下就请卦，请示一个卦。那么那一个卦出来之后，那么我就回给他，你的先生依然是爱你的，他现在只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而心情受到阻碍，他会离开家里一段时间而已。要鼓励他要有信心啊。结果一年过后，他回到禅宜山仙佛寺中本山来答谢老祖，他说还好他有打那一通电话，也还好我们的易经卦帮他解除了这个困惑，要不然他以为他的先生会弃他而去。所以说易经他无远弗届的，他是没有国度之分的。因为易经是什么？易经师父开示我们，就是宇宙之间运行的法则，包括人跟人，人跟事物之间都是一样的。那么再来一个问题，就是在加拿大的问题，也是电话打过来，他说他要在加拿大租任一间房屋好不好？那么占卦占起来，我说那一个地方地有问题。他说很奇怪啊，他说他那个屋主的地很广哦，房子好多间哦，他要租那一间地，你在台湾占卦怎么知道他那边的地有问题哈？结果他就跑过去看，他说哎呀，真的卦真的是非常的准确。为什么？三天前才挖一个大窟窿，三天前挖一个大窟窿。那么各位请看哈，精通我们都不敢讲，但是卦的准确率非常的准确。为什么？因为师父常常在教导开示我们，我们只是一个占卜者，是一个用意者，但是事实上知道的是谁？是在上的神灵，是我们的老祖师尊，是我们的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历代祖师。那么我们经由易卦这个卦象
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师尊、我们的诸佛菩萨、历代祖师，他要传达我们而转告对方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这些跟各位分享。